主要是下地一天吧，自己啊，他这一两天那个水处理不了，现在处理水量越来越大了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厂，它一天它这个设计规模5万吨，我们实际上处理到了5万5到6万吨呢，那它一天的污水量大概6、7万吨，所以它现在就是每天都有这个水啊，它处理不了。